本局接获食品中毒通报后，即展开相关稽查。现场无供餐作业场所。补习班代表表示，班内点心均向厂商订购后外送至补习班。当日点心为养乐多及原味牛角面包。本局目前采检当日点心养乐多、原味牛角面包及饮水机水质送验。若留样检体经检验出病原菌，后续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相关规定办理。